啊，家人们，我今天好像感冒了，今天好像感冒了，有点。而且我们天天下雨，也特别冷。那这样子吧，我反正我们家里面的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先休息了，家人们。你们没有关注阿美的，这个地方给阿美点个关注，这个地方给阿美点个关注。明天啊，明天我再好好的，明天晚上我再好好的跟你们直播，可以吗？明天应该我们家的电也来了。今天晚上的话，真的，今天晚上就，反正也没有力气跟大家说话了。没有给阿美点关注的这个地方点关注，然后点关注之后有个黄色的小星星，咱们加入那个粉丝团啊，加入阿美粉丝团，加入阿美粉丝团，还差30个。能不能加入30个？这样子的话就有2700多少个了？2300个了。这样子的话就有。没加入阿美粉丝团的，咱们可以加入阿美粉丝团。感谢开心幸福加入阿美粉丝团，谢谢。嘿嘿。那阿美就下直播了哟，阿美早点休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所有家人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阿美，谢谢，还那么关心阿美，真的谢谢，感谢加入阿美粉丝团，阿美加油，谢谢谢谢，拜拜家人们，我真的今天好像有点感冒，然后就不舒服。王菲哥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对，阿梅，我今天过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情，我就是要现在回去一趟才行了。为什么？我公司那边出了一些事情，订单上，然后可能要去待处理几天。就是你要回家了。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呢？我准备去收山货。收山货呢？对呀。对了，阿梅，昨天我听他们说，小小和局部在你收山货那里给你捣乱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捣乱啊，没事，那个你不用操心，就是你有事要回去啊。那个你听我说，这几天你就不用收山货，你就好好在家待着，不要出什么事情就行，行不行？我回去。把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回来了，咱们就，我就带你出去了，不用收什么山货了。不用这些，你不用管，这些都不是是你不用为我我就操担心。心那个，小小和曲布他们就又来找你麻烦什么的。不会的，你就是有事的话，你就先忙你的嘛。那你王菲哥，我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走啊？现在。啊？现在就走，就跟你说完了，我就走。你现在就走了吗，王飞哥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，你那边才会有事啊？怎么可能是因为你的事情？我这是公司正常，这公司那个出的事情很正常的，订单上很经常会出问题的。然后这次问题有点大，然后我需要我回去亲自处理才行。那会处理好吗？真的处不理是，的好的，你放心，你不用管。真的我不就是。想着这几天我不在了，我害怕小小曲布他们就来找你麻烦，所以意思就是让你不要去收什么山货，好好在家待着，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。你不用操心我就是你的事情重要，那你就好好解决嘛。行，那阿梅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就走了啊。等一下，王飞哥，那个你等我。我去，马上回来。你等我。你干嘛？没事，你等我，不要走啊。王飞哥，哎，我以为你走了，王飞哥，没，给你没有带了呢，东西。这干啥呢？王飞哥，你看我给你摘了苹果，这是我们家的，特别甜的，你看特别甜的，都熟了，都可以吃了。还有这个梨，
你看这个梨很解渴的，你在路上渴了的话你就吃，很解渴的，你洗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啊。还有，它这个贝母，它这个我给你带了贝母，就是你经常应酬、抽烟、喝酒了，就多吃，一定要多吃。啊，好。它这个雪参，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它这个雪燕。阿梅，阿梅。你看。阿梅。阿梅。啊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什么叫我对你好？你平时对我才好，我这些都是不值钱的，都是我们家有的。不是，这些才是最好的。阿美，啊，要不你也跟我走呗？我带你去过去玩几天，你跟我去玩几天再回来嘛。就不是，因为我妈妈明天要回来。等王飞哥，你就去嘛。等我妈妈回来了，我把我那些相亲的事情解决好了。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不说。那个王飞哥，这件你留着吗？我就不要了。不行，我给你准备的，然后我放在你车上。我给你。还没有。啊？这几天你照顾好自己呢啊。会的，你也是。你不要太忙了嘛，也不要太累了。那我走了啊。走了。嗯。走吧。你不用为我操心，你忙你的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王飞哥，我等你。好。王飞哥不在。小小同学欺负阿美。Hello，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。今天准备去背点柴。阿美。啊？哎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今天你不是要去接你妈妈吗？什么时候？你昨天不是说今天要去接你妈妈吗？我来陪你一起去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妈今天不来。啊？我妈妈今天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就是今天不回来吗？我现在准备去弄点柴。啊，那我也要去，我们一起吧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啊，算了，我陪你去玩去，我要去。你不要去了，我要去，你不要去了，真的。我要去。那你不要带曲布啊。好啊。走吧。阿美，我们走快一点吧，这天好冷啊。那要不小小你先回去，不，我们一起。我这个背到一半了，我要背回去才行。阿美，曲布。哇。拉那么多柴啊！阿美，你也知道我们家我们没有柴了。那个给我两三个，我们家没有柴了。我们家你那个给我两三个吧，快点啊，给啊，快点啊，给啊！哎呀啊！那这个啊，我拿两三个阿美。主播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家没柴吗？我们家没有柴了，你那个给我两三个，我就拿回去了。你看你那么柴，你看。然后你曲布哥家里面干什么？对啊，叫我辛辛苦苦砍的，你自己哎呀，阿美就下那么大的雨，你要给你还有那么多钱吗？对不对？我是要阿美下雨说吗？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们家的，咱们俩没有关系，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曲布，你给我这些，我拿走了。这些小小，你不是说曲布不会来的吗？阿美，你就把这几根给他们，下雨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这些给我们，咱们两个。我们回去吗？不要了吗？这几根柴，说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的。这些给我了，你说曲布不会来吗？那边还有那么多的，快点，你曲布家。哎呀，你就给他们就这几个柴。阿美，你真是太小气了，走曲布，走。这么冷的天。阿美，这个我拿去了，我们家你曲布哥，我们家没柴都没法做了。你那边还有那么多，这个我拿去了。